对，条件好。哎，师傅，你听我说，哎，我儿子我这样，得取暖，进去冷，不取暖不成，受不了。取取暖。那天先来一帮，跟我这儿抽这烟头这冒烟，我跟这儿掰道理说清了，人家也没说什么。昨天前天那来了一帮，我说老太太说话有点不好听。跟那前边进中国的似的，那家伙把我这门梆梆梆敲开了，敲开了我就给开开了，我也以为是有人来，呼啦些的进去好些人，上房子上房，上楼梯的上楼梯，要给我砸烟筒砸炉子，您说我还怎么生活，你给我砸了，我怎么取暖，我这儿子离着取暖呢，冷得受不了，就这个呀，他就怕冷，哮喘，一身的毛病，不取暖受不了。每年他不补这样，就是现在的哮喘。这个俩儿子有点遗传，老头儿呢在世的时候就是有哮喘，老头走了就传不这俩儿子，一到冬天喘的厉害。是去哪儿没有火受不了，哎，受不了，我也受不了，都这岁数了，受不了。真的，来一帮人，几句话还可以说，不是不可以说，是吧？哎，你说的道理我也知道，不让，不让工头的我，我采取什么办法？你给我采取什么办法？你不让我试试？是我使什么取暖？是啊，你要给我设计这样，我不用了，这个什么都没有啊，那我不是没取暖，我使什么取暖？冻死我！我这岁数了，我这个儿子都这样了，取取暖来了要给我砸烟子，要给我砸炉子，我说你给我砸回试试。我儿子冻得受不了，冷得受不了，我说不行，我跟您走。穿上衣裳出来，我就抱着抓住一个人的衣襟，抱着大腿。我说我跟您走，是啊，我说你们暖和上哪儿，我上哪儿，你们端碗我也吃饭。过了，我说我这岁数我怕什么？我说我上当火葬场，我得报道回来了。你看不见我儿子这样，取取暖你们也不砸，上房不砸，我说你不砸我试试。你动试试，先砸我，把我老太太给砸了，我说我就不取暖了。他们来人不少，这马路上门到了院子，上房子上房，上楼梯上楼梯，我说你们给我动试试。你们还给我拍照，我没给我还手来，我光手拿棍子我敲他，我豁了，豁出去，豁出去了，不就一死吗？我这岁数我还怕死的，是啊，他们就没敢动手，没敢砸，没敢动手，解房子咕噜咕噜的，还瞅我拽着一个人的衣襟，抱着大腿，出来了，到把我气得我连蹦带跳的，我就到头了马路了，我要跟他走，别人就拽着我，他们就把我给那个送给手了，把那人就给我送给手了。我说我跟着走，他们脚着这一那这一什么咕噜咕噜的就全出来了，也没砸也没什么，这就全出来走了，走了就分难走了。我说你别走，我说我跟你们走，我说我都不怕，不就一个死吗？你不让我取暖我受得了吗？今天又冷又这样，我不使没取暖，我使什么取暖？你给我说个想一办法，使别的取暖可以，是啊。我这一个白手起家，先盖的房，